74，功过只在一念间，三业作机最为观。若当为人不负本，尽力人类无私言。功与过无非是一念之间的关系，杀人放火是一念之间，立功树德也是一念之间。所以在这一念之间，我们最重要的要以我们的三业作为基础，把住关口。三业即是我们人身上的身业，我们人的所有一切行动。口业也就是我们的语言，意业就是我们的思想。所以如果身口意都统一步调，树立起正确的观点，升起正知正见，自然就不负于人之本性，也就是一个真正的人了。三业全负于对人类做好事，为国家为人民，没有私心杂念，就能立功树基。如果三业堕入私欲，并进而做出不利于国家、不利于人民，乃至不利于整个世界和平善意的事，那么就会进入过错乃至于犯罪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就要牢牢把住自己的三业，要有真正的正知正见，真正的做一个人，为国家、为人民、为世界的和平去做自己应该做的贡献，尽力人类无私言可挂。